台风烟花过后啊，海边到处都是拍蜡星啊，紫色的是可以食用的啊，这个做标本也可以。像这种啊是不可以吃的。这条鱼好像不行了，搁浅的时间太长了，算了吧，哼，再见。哎呦，哇，还会转来，快走吧，再见。这个海螺壳是被虎鳍给缠住了吧？呵呵，像玉米棒子，还行啊，有纹路，挺好看的，就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们吧。这只鲍鱼啊，肯定是吃饱了撑的，躺在石头上晒太阳了，顺便跳个舞啊，那就不打扰它了。又来到这个围网了，今天就收获两条鱼啊，来看看这条鱼，哎，这个叫什么名字我也忘了。即使风吹日晒雨打，也无法分开你俩，对吧？呵，两个撒狗粮的小家伙。又来一只海螺，这个也是半卧在沙子里啊，收它，呵，漂亮。这只螃蟹叫招潮蟹。特点就是一个钳子超大，一个几乎看不到，也不知道这样有何用。涨潮以后啊，在岸边发现了一只很漂亮的水母，粉红色的，而且触角里啊有蓝色的纹路，这个是不敢要的。